朱佑，你朱国师你好，我是来跟你对路演资料的分析师将军。哦，你好。2011年3月18号是一个星期三，记得是你的什么日子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那一天你获得了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杰出电子工程师奖。 我都不记得日期的。2013年7月15号，你获得了 IEEE 行业先锋奖，也是一个星期三，对吗？巧了，都是星期三。嗯，你发明的图像视频压缩技术获得了华人百人会全场大奖，还是一个星期三。那今天星期几？也是星期三吧？没错，是星期三。看来星期三是你的幸运日。 对，幸运日，幸运日。这一杯是进口的茶氨酸浓缩汁，本身就有镇定作用。袁总让人在里面加了著名的中药，喝了应该很快就能睡着。可是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不太好吧？放心，时间过得很慢的，够你睡一觉。这样，我帮你把资料对完，你先休息一下。好。 这味道怪怪的呀！手机我也帮你关机了，你闭上眼休息会儿吧，我会提前叫你的。哦，嗯，好，先出去了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